69.27%，所以我们的预定录取率从原来的2.9%会升到4.3%。那我们这次为了配合国家的能源政策，所以我们对于再生能源的海上风力部分呢、也罗织了部分人才。那么这些人进到公司之后，将来会再接受我们公司的一些训练。在工作训练期间呢，起薪大概是27,000元。那么工作训练期满，考核合格，正式雇用，我们就会支评价6等一级薪，大约是30,000元。哇，好。